开头一看计时器啊，还有14秒，先运一运。啊，看这时间，好球！看上场球了。啊，这是，自信啊！ 哎呦，这袁唐文这个节奏是控制的真好啊！对，相当于是呢，一边小宇宙在燃烧，一边呢已经仿佛接受了一场比赛的结果。主要还是在外线发起进攻，比较少的去到篮下去打。连宇，好球，非常有经验。球，哎呦，这球李俊宇上反篮没上进啊，可惜了。 这边陈晨的上篮，是一个反击打成，在完全没有打顺畅的迹象。山东现在就是进攻啊，这三场都打不开。好了，好球啊，刀一样，割破了山东的防线。山东时机给的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，在就是李元宇从篮下借掩护横移呢。 太愣了，直接就被对手这个干扰。哎呦，猛打空位的机会啊！山东队在防守一端出现了，换了啊，有没有？好球，这一次命中了。对，袁唐文命中本场自己的第一个运动战得分，及时到位，及时已经绕过来了，突然加速，错位，没投中距离。 看看袁唐文有没有外线，这一次命中了，连得5分。今天不错啊，今天这投篮手腕还行啊，虽然前几次没进，领了舒服这球。嚯，这个袁唐文这球领的真好，容易的把球啊传出来，重心低，给的舒服，多好的传球，直接塞 怀里了，是吧？来，大树拿走。<笑>大树好的，CUBA其实算非常出色了。 联赛里兀子太小了啊，这兀子太小了啊！那快攻能不能打成啊？哎呦，传的太高了，也就反弹。看自信，八球扔，哇，自信啊！这挡拆往后绕，再来一个，这就短了，短了。哎，直接传给篮下的队友，这球袁唐文抢的漂亮啊！两队打的焦灼啊，对，抢断，袁唐文漂亮啊，转换2-0，哎。 这不会扣飞了，哎，这一下是打了一个高潮啊，打了一个6-0的高潮啊，篮板抢断，整个四川他在场上的移动啊，就是比山东会更好。小对手突过来了哟，又给，这球，哎呦，这球传的是真好啊，对，没有空间让你的球员来突的，因为李靖宇啊，他投。 突破不是他一个，没有外线，三分又进，好家伙，这个分差被继续拉开到8分了，打了一个10-3，又是抢，袁唐文加速，要一中距离，好球啊，自信啊，你看看小伙子多自信，对，12秒，要一挡拆，手递手。 漂亮的横切，哎呦，没接球，但是一定要看防守能不能防得了。陈晨，哇，太稳了，信啊，换到这一侧，两个底角啊，看抬头一看计时器，还有14秒，先运一运。啊，看这时间，好球，看上场球了，啊，这是自信啊。 哎呦，这袁唐文这个节奏是控制的真好啊！对，时间相当于是呢，一边小宇宙在燃烧，一边呢已经仿佛接受了一场比赛的结果，已经没有什么生气了。这基地一传啊，强队们的日子都很艰难啊。 哎呀，哎呀，自信啊，太自信了！袁唐文啊，我觉得这是复赛打到现在为止最让人惊喜。是的，就没有危险了。一开局山西这边是先由张恒军把三分。漂亮，好球啊！这球传的好啊！这就是袁唐文啊，在这是一个冒险的长传，又被断了。 袁唐文这边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反断回来，前场3-1， 陈晨。
杀到篮下一个大的拉杆什么的，他都会传球。对，这个球看着就很流畅。是的，看还是后卫的挡拆，再到远门这边，哎呦真不错，节奏变化，我觉得找了挡拆之后啊，这球没能处理出去，最后再给到袁唐文。哎呦好球，这球传得不错啊。对，而且你看呢，就是大学生球员弱在哪儿，最早弱在哪儿，是一个是身体对抗能力，再一个呢就是经验上面，但是我们看转移球，这球再回到弧顶袁唐文的手里，袁宇提上来做掩护，袁唐文的转移球找另一侧的井盘一，上来之后马上就不一样，对，就是这个战术运转的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袁帅信心很足啊。哎，球传的漂亮漂亮，就袁唐文上来之后啊，这个梳理的进攻，是质的改变，好的终结，对，好的终结，换手基地的变相，看看这边，袁唐文的回传，找了袁宇，袁宇呢是这一套阵容里面啊，包括在四川整体的配置。袁唐文一个剪刀布，塞内，漂亮，好球。突然启动之后又送出精准的基地助攻，袁唐文是不是打到现在得有好球啊，这是袁唐文在今年复赛回来之后球啊传球都非常不错，是，但是要上升高度，哎，给到陈晨之后的后撤步中距离，这球弧线弹道正面，左侧是一个虚掩护，这边袁振良杀进去之后啊，他呢就是袁帅这边隔着防守球员命中三分，他信心毕竟不一样。袁帅拿到十分，都是来自于三分球的进球，好球，漂亮，放开了，不像上半场那么犹豫了。